我们今天现在在新社的市中心啊，这条就是中和街啊，中和街三段啊，然后那边就是新社高中，然后那边直走过去就是新社的早市啊。那这一条大马路进来啊，就是有一块农地要卖，方正的农地，总共72坪，他卖多少？一坪35,000，总价是。255万，就是小笔的农地啊，你就是可以当假日农夫哦。那它是一条无尾巷，我们是在这个无尾巷的最后一笔地号哦。这是都基内的农地啊，都基内农地，所以可以分割很多块。它这个地主它总共分割了11块，分了11个单位来卖。那这11个单位目前哈、是剩两笔，就剩两笔，一笔是230万，另外一笔就是我们是最后一块，是255万，它是72坪，那另外一笔还没卖掉，是230万，我们是最后一笔，因为它其实它这个农地哈，它是它分割成11块嘛，可是是共用它的水电是共用的，水电是共用的，所以就变成分表使用了。分表使用就是看个人的度数是用多少，还有分表出来，水电都是。然后这个是它的电箱，分表的电箱，然后这个是自来水的水表，也是到时候都会分表过去。我们走到最后面，它很方正的，72坪很方正，深度大概22米，宽度大概10米，宽度大概10米，就这一块，这个也是它的分表的电箱，这边进去就是我们的农地，十米面宽，深度20，这样子方正的，都基内的农地三万五，其实在市中心旁边算便宜的，算是比较便宜。我们路边还有卖一瓶七万的，这个只要7万的半价，OK， 当然、因为它是有虽然有水电，但是分表看你可不可以接受，当然有些人是没办法接受的，但所以我们今天就是，看你如果有办法接受，而且这个地点我是觉得市中心。如果你有地缘的关系，在新社活动范围内，我觉得你是可以来参考看看，这是小笔的农地啊，一个230万，这个255万，这是开价，都还可以小议价，那希望你会喜欢，11笔已经卖到剩两笔了，不是卖不掉，是真的卖得掉，剩两笔而已，如果嫌贵，就只能再找了，如果你不嫌弃。欢迎来到我看地，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拜拜。